枪。你家的露奇恩。好帅哦，我妈呀！这角度太帅了。下。我哥说他玩攻速也很强啊，他说就是，而且如果我的 AD 我牵线的那个人去打那个，好像会增加一个东西在身上，他会瞄准他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是一的技能啊。哦，所以他可以跟着我一起一哦。对。你说增加一个东西。他没有，他在普攻的时候上面会有个那个类似狙击镜头。哦，那是一啦，就是你插越多越痛，一越痛。不是，是我牵线 AD， 我他上像他上次打你身上会跑出一个框框，类似狙击镜的东西。哦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知道。但是跟我讲说我 AD 在打的对象之类的。哦，那个。在打你，我没在打你啊。哦，太小兵太多了。所以重点这只角色应该就是 Q 伤害，嗯，然后用E去，就滑不出去 ，Q 滑不出去，然后因为他 Q 滑步好像比较远，对，所以他躲在草丛，然后 Q 出去，然后打他一下，然后就跑走，有点难欸，有点困难啊，就连续。我先回家，而且 PB 会有点卡卡的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看到你进去啊？不要！啊，我 AD 杀你！真的假的？我 AD 刚 Q 你一下、啊。哦，还好。怎么教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想试试看可不可以杀我的小鬼魂？好，应该可以啊。看到血条。啊，然后看有没有钱拿、啊。哦。哦，重点是看那个脚，他这个会不会去送钱？所以。可以杀吗？可以杀，只能用十块哎，哇哇哇，赚，不行，这个不能送啊，这个才亏了十块钱，真的是超爽的，捡到十块，这等于是一个移动的眼睛啊，移动眼，对，而且又是三十秒，又很久，哦，我有大招，我要吃它，好，来，进来，哇，进来了，哦，干嘛？然后嘞？哎，所以我。哎、欸，自己喷出去了，来，变成87，换我了，我快有大了。啊，我刚忘记传送。没关系，我先把你 AD 杀掉。好的，我就有。哎、欸，你。没事。太神了。哎。他如果我牵线的话，我就算只有就跟他牵线，我什么屁事都没有做，然后 AD 杀人，我会有助攻吗？过来，格雷夫。啊！这个地方。你哥，你哥是一起玩这个账号？没有，就我在玩，我哥力度很强。哦。所以他会翻译，然后我就小小翻，然后，要三个字，我靠，字太多了。对，我哎、欸，让他杀你看看，让他杀。好，没有，那我先开始。我就只有离图的接动。好，那你有大了？没有，就是他不是有那个连接那个东西？对啊，增加他的血量。嗯，他怎么不打你啊？打他啊，陆星。哎、欸，那我开大，送头。有了。我闪现看看。闪现会跟着有闪电距离会越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靠！有那个电脑很会。来，还哎，我要传送啊！哦，哎，我死掉了，他会出来。哦，所以就是他在那个范围里面可以随时出来去撞一个人，就在我的身体上面的时候。对，就是等于说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。就算我死，他还是不会死。对、欸，不一定哦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啊，多试。我刚死了、啊，所以他还活着啊，陆星还活着。真的？不，我说开大的时候了。就我刚开到大啦、啊。嗯。我刚开到大了，可是他，我是刚刚死掉了，所以他刚从我的尸体里面蹦出来。然后我死掉了，然后他就从我身体蹦出来。
角色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可是底下不一定抢得到。不是，哦 no， 很痛哎、欸，超痛啊，超痛的，1比1哎，一比一，而且还可以位移，各种位移。对、啊，而且他的 Q 的时候会位移会比较长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有哦哦，而且还可以再多位移几下，你看。所以我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是草丛里面冒出来，然后 Q 对方。对对对，Q 对方冒出来，然后对对对，然后再滚回去草丛里面。好的，没有可以这样子 Q 这样的往前，然后 Q 回来再往后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。可是你，可是我觉得 Q 出去会比较长，所以比较好去破分。哦，因为怕被 A 到，所以 Q 哦。哦喂喂、欸，这个干什么？是干什么？再看一下。哦、oh, no 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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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你看我把他吸回来了。哎、欸，直接吸回来了。吸回来了。范围内可以吸。然后他就撞小兵了。Oh, oh.87，哎，他刚想杀你，可是他杀不到。这好玩，这好玩，这超好玩，这角色。啊，多试几次，等下我们打可以打实战。好啊，打实战啊！你我玩这只还是你玩这只？我们来打架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玩好了，要不要？你玩这只，我先要录起来。哎、欸，我玩瑟雷西啊，啊，你玩这只 AD 啊。好好，我来试试看看，然后你去吃一个随便一只 JG 之类，然后我把你拉回来。重点，他的 Q 可以当做位移技能，所以这个角色感度很强。小兵太强。哎、欸，重点是为什么有时候放出来，有时候放不出来啊？你说放什么吗？位 Q 的时候的位移，有时候哦，你说把小兵杀死的时候放不出来，不是，好像是有时候就放出来就，为什么往后退就放不出来，那往前就一直放出来，然后他等级越高，他的位移技能越长。我哥跟我讲，真的、哦，加25%距离，我手会有点卡、欸，对啊，手好卡、啊。对，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偏向是 AD， 也是 AD，AD 塔，因为他玩 support。不是，我觉得大绝，因为 AD 常常都是跟队友在一起嘛，对。哎、欸，我来吃看看，我把吃了。好好，你推他，来来来，我去传送一下。哎、欸，他自己先出来，就不知道他是撞什么东西。啊？因为我刚刚传送看看，他会跟着我走。有，看他会撞到你。我靠！非常高！哇，就没有死掉，好像没什么伤害，就是击飞效果，所以他应该配一只是。他完全没有显示伤害啊！对啊，我刚刚就只有击飞被，只有击飞而已。对，然后无敌，可以救人呢、欸。啊，对啦，这只配赛恩加一个牙术啦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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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、对啊，丢牙碎超爽的，真的丢牙碎。好拿，好拿。哦，是我被他把牙碎丢出去，然后撞起来，然后牙碎就大招了。人肉炸弹。那个手多快？可以走 A， 然后往后一拉。对，走 A 拉，所以手很累，手就会抽筋。啊，这个感觉还 OK 啊。所以这个角色要给手速快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好啦，普通玩就可以了啦。嗯。哇，这个居然是免费的，这个 The Black 什么 Spear， 对啊，是免费，这个有点爽。S P E A R， 我想一下。哎，所以这个就如果玩电竞滑鼠会很赚哦。怎么了？因为电竞滑鼠用那个一个特殊滑鼠键变成那个。哦，一个滑鼠键变成 attack 的话，哦，这叫做黑毛啦，拉打黑毛对吧、啊？ Bless you。重点他是女的，我感觉他是男的，超讨厌的。哎呀 ，OK 啦。一个是 AD 在打的，嗯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的队友嘞，在后面。他是看到人会尖叫，然后会一直跟着他，然后会送十块。哎、欸，你身上会不会加三块啊？一直加三块，是我的错。
是他自己特殊效果，还是说还是这样地图的关系啊？啊，地图关系。好，我要撞你哦！来，撞！哎、欸，格雷夫，格雷夫出来！哦，没有伤害，对，没有伤害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这我哥说 W 他看错了 ，W 就是说我哈普共说不说有那个画面，这个狙击镜缩放，对，那个缩放，你去打他同样的那个角色，你会增加一个在 1.5 秒内会增加 12% 的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你玩这只，然后我玩另外一只角色，好，我们看我们在一起会干嘛？最对小兵最多100的魔法伤害，然后8秒cooldown 就是 CD 8秒。对，我们开大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画面？我先跳出来。开大的时候，对，就是我被开大的时候，我是什么状况？哦，你进到他体内的时候。对，我想要扯这个东西。传送你确定？所以跳掉了、哦。嗯，我跳了。OK。是一个基友连接，不是，是角色连接，还蛮厉害的。你跳出来了吗？我还在 reconnecting。我跳出来了。要等一下。重点是我们要先抢到下路、啊。可以啦。我打个 support。等一下我重开，反正前面就是什么事？他要配一只可以 poke 跟位移的角色会比较好的。都 AD 配这个嘛？啊，他配 EZ。他配 EZ 的话，可以 EZ 跳出去，然后再移回来。嗯。然后我对现在野区的改动比较好奇啦。野区的变动就是多了那个小河蟹。哦。S5 哦，对，我知道，打死可以加跑速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中间会多一个，好像跳前区，然后又有视野，就是谁杀掉那个小河蟹的话，他会在八龙那里跟一个在小龙那里会制造出一个视野。了解。然后在里面会跳前，自己也看不到。好，我开了，等一下。可是他现在只有那个贝塔的，就是召唤峡谷。我们还是开扭曲好了，找两个傻逼电脑，找两个傻逼，哎、欸，不用，扭太硬了，我换个软的，好的，换，用点妹子，妹子都有，贾克斯不要啊，不是贾克斯，按错，贾克斯拜拜啦，不要那个太可怕的角色、啊，哇，有人加进来，有人加进来，好，先不好意思啊。够了，真的 OK 了。好，我选谁嘞？哎、欸，我选牙树好了，就刚测你刚那个 Hasaki。哦 ，Hasaki， 对。哦，呀。哎、欸，我那只牙树在哪裡。Death is like the wind, always by my side. Death is like the wind, always by my side. 我试试看，哎、欸，他大招到底持续多久？你跟你看。嗯，没有说哎、欸，文字上面没有讲。我想要在家里传送，就是我吃掉你，然后传送出去，然后从草丛里面蹦蹦蹦。所以他就是一开始有一个 CD 时间是要放那个东西。哎、欸，牙树的 Q 有普攻效果吗？嗯，牙树，有，我记得他会暴击，会暴击，所以应该有效果，如果有效果的话。就你 Q 的话，这样每一只小兵我都可以打。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可以挂好几只呢。就是这只角色有点神。哇，好兴奋啊！啊 ，EZ 的那个打 Q 有，就是、那个 EZ 的黄色没有，白色有，白色有。所以我第一招应该是点 W。等一下哦，还没出兵。基友连结。哦我把一个包出来丢给你，哇有了，我看见了，哦你拜拜死了，拜拜，啊基友连结啊，我又活过来，然后呢连起来，来吧，哎、欸、
有。我感受到你的爱，不是感受到你的你的力量啊！你等我一下。再寻点道具，测试看看。嗯，好，先寻找傻逼电脑。傻逼电脑会打在塔前面吧？不知道，看那个距离多远好了。来，来，哦、来拔河，一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没了。哦，是大招的范围，大招，我的大招里面也都会有放。哎、哦欸，可是为什么我会有增加广速？哦，最远我可以增加到，我可以到这里吧？这样超过这样的位置。你知道现在打暴雪英霸都有后遗症。就是想安自己啊，想要骑马，你要挖地挖掘，不要挖地，深度挖掘，深度挖掘，那只真的很好玩。哦、我没抽到，超讨厌的。哦，对，109哎，我靠，怎么109？我的 W 会有增加一个你的12%的那个啊，痛，没关系，动的时候会有那个狙击镜。哎呦，你先跑，你先 A 一下，然后看到一个 luck。你那是你 A 的，那是我没有啊，那是你 A 的，我看到你 A 的。然后如果我去打他的话，会有额外的伤害，会有额外的魔法伤害。对，有。哦哟，哦哟哟哟哟，哎，这太痛了。去死！再来。哇！哇！我靠，这个太强了。对。我觉得。我走，我去找下路泡茶。哦，所以就是你是一个射手，然后帮我增加伤害。然后你的伤害也会不会可以增加？对，两互相增加人。对，我来 Q 个出去帅气，哎，我的好。这、欸、看78，是啊，哎、欸，好像有 CD 耶，看到有8秒，八秒会有额外伤害。那8秒也是有个伤害这样子哦，好。所以我撑坦，然后你全出 AD， 但伤害也是超高。对。这些角色跟我们就是二砍就好。好，我们先赶快上6等，然后测试我们的终极大绝，一个 combo。我刚都把 skin 买好嘞。好有钱啊！哦，没有啊，它不是1块钱吗？哦，你补下血啊，你不补血吗？哦，好。哎，过来。没有没有补血、啊。没有，那诱惑他们。200多哎，有。啊啊，然后放进幽灵尖叫一下，这个角色太强了。好，你先 A 他一下，然后我们测试 Q 可不可以挡嘞？哎 ，Q 他一下，有了。这哎，有触发吗？有吗？我没有 Q 到。有那个有。细啦，小姐。好，有了。是3等，所以这个伤害超级高，这个。这角色有点恶心，不管舍破或 AD 都可以。个人觉得配舍破比较好，因为他要成，因为那个伤害是魔攻，所以。哦。哦，脚好短哦。啊。你快一点好不好？好。没有，我就想，为什么可以飞我？我觉得我回家好了，我觉得。我好有钱。亚历斯塔，哦，是坦哦，塔，对，是塔。库里斯托，女战士啊，哎，出黄霜，攻速流，我觉得会咻咻咻咻咻咻，那手会抽筋吧？你要，你要一直抖。攻速流重点不是在于他的那个炮。它一个是在于它的那个叠加效果上。嗯，我、哦、说那个一的。啊，一不是会怎么、欸、来？哎、欸，哦，伤害了。哎、欸，哇，太恶心了，这角色。虽然我们在虐菜啊。哎、欸，就我可以出闪那个招式。可是刚刚发生很奇怪的事情，我把你的小兵 A 死，我拿不到钱。对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刚会有一个 kill 什么的。Certifies， 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 Certifies 哪里？对，他说不是，就是呀，你先 Q 一个小兵。不 ，Q 快挂掉。对，有。啊对，这样子会有一个 Kill， 那
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说连接伤害我拿不到钱哦，我拿不到钱，是你拿到钱吗？刚刚？怎么了？超痛啊！我的好，我们快上六了。快上六。这次好像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就是你标记的小兵，我打死没有钱，不知道是不是 bug， 有可能是技能组的关系。有可能，不确定啊。狼嘞，在这里。好了，好，快，要六了，要六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，回家好，我们等一下找上路那两个，你要回家吗？我想回家吃掉你，然后传送。哦，要不要？我先这样试看看，先这样。他们出来躲在草丛。等一下啊，等他们出来好了。然后不知道我大爵是怎么个鸟样子，站出去了。不是，我是很好奇隐形会怎么样。啊，等一下你，你有闪现吗？没有闪现，我是带。那没关系。没有，我用 Q 闪出去就好了。我，等下凯乐音撞上路的好了，上路的比较可口。那我们在这个草丛 ready 了。啊，这。那大招真的没有讲说几秒哦，四秒啊，不能传送。四秒。啊，传送是3.5秒，所以但是可以，但是要很快。两个痴汉。好，我吃你了。哦，有，我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符号。我大招。可以。哈哈。啊、真的可以耶！是啊，哎呀！哦，有，我们发掘新世界了，虽然未来大家都会了。